我看这里哦，他告诉我向量 A 的 GA 值等于向量 B 的 GA 等于2，而且向量 A 到了向量 B 等于2，求向量 A 和向量 B 的夹角。我一再强调哦，在向量当中跟夹角有关就有这公式，向量 A 到了向量 B 怎么算？它等于向量 A 的长度乘上向量 B 的长度乘上 cosine 西塔。所以说，你要只要求夹角，很简单，一定在这公式。那怎么算？麻烦你把这乘的一块变什么？除的数就好了。所以说，基本上 cosine 西塔怎么算？分子部分把向量 A 倒成向量 B， 分母部分把向量 A 的 GA 值乘上向量 B 的什么值？绝对值，好不好？各位可以哈。所以说，你麻烦你把怎样带进去，告诉我 cosine 西塔是几？哎，向量 A 倒到向量 B 是几？二。向量 A 的 GA 值是二，向量 B 的 GA 值也是二，二乘二是几？四。所以说 cosine 西塔是几？二分之一。告诉我 cosine 西塔是二分之一，可见夹角就是几度？60度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OK，麻烦你把它看一下。